由关怀社会住所召开的社会福利资源联系汇报，今日伫水利乡公所举办，包括水利、自治、信义、溪底四个乡镇的相关单位，拢前来针对社会福利资源的有效利用甲分配，来互相交换意见。那我们最主要是透过这次的联系汇报，让我们公部门跟私部门的各单位，在服务个案还是一些特殊家庭的时候，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啊，能够合理的分配，而且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联系汇报，各单位在横向联系方面都有一些建立一些专业的关系，还有一些互相协助，那让我们的个案能做到最好的服务。这次汇报主办单位也特别针对社工人员伫进行访视时阵，如何确保家己的安全，也会当好好处理询问过程中敏感的活动工作。那最主要是我们目前我们在狂犬病在南投县有发生很多案例，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社工在做地线的访视时，能注意到自己本身的身体安全部分，因为我们当志工的真的压力也蛮大的啦，那如果说我们懂得自我保护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相对的也不会出去的时候会心怕怕的啦，还是什么，那做起事来也比较好。透过联系汇报，除了社工会当互相交流做法甲意见，更加重要的是会当吸收上新的社会知识甲资讯。尤其大水利地区的乡镇，拢算是社会福利资源较欠缺的所在，因此关怀社会需要好友，伫偏远山区有需要帮助的民众，拢会当透过关怀伫水利所设立的服务中心来寻求各项的协助。记者金鸿双采访报道。